不行。喂，心月啊，节目组问我，你们是要继续参加比赛呢，还是回北京录完接片啊？我问问时光。好，那等你睡醒再问。我们就剩西安站没去了，西安站是开始，也是最后一站。就算没有选手，我也想把比赛完成。行，没问题。等等，季宇不是没起床吗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？我喂，这俩人是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都是成年人，睡一觉怎么了？这是我第一次。所以呢？这是我爸妈，他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感情特别好。结果在我七岁那年的时候，我爸还是出轨了。我妈宁死不离婚，结果被家暴死了。这就是爱情。爱情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都算是最好的结果。更多的时候会腐烂、变质、面目全非，所以。与其去禁锢人的天性，不如放纵动物的本能，一晌贪欢，懂？季玉，你撒谎的时候，手会不自觉地抠衣缝。季宇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像你爸爸那样，所以你不要拒绝我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现在不行。现在不想不代表以后。季宇，我喜欢你。嗯。